先把复健壳打开，拿出升降杆和扳手，还有底座，我们来安装座驾单元。先把下面的螺丝拧松，悬在底座上。需要垂直平行。先把座驾单元放于边上，打开铝箱，拿出主机。安装至座驾单元之上。调准水泡，水泡至中心即可。拿出钻子、电源适配器。框架单元，把主机撞在座驾上，把保护套扭下来，插上电源。插上电源，打开开关，现在机器在30转，转速在30转上。这个是 SPL，是转子号；SPL3是3号转。这个是最大量程，30转的3号转最大量程是4000。我们可以按转子键调整转子，先4号转、0号转、1号转、2号转。按转速键可以调整它的速度，66转、12转、30转。转子保护框使用前需先用酒精清洗。用纸巾擦干净后，放在边上备用。装上清洗完的框架，扣紧，放入液体，放入背侧液体之内。选择一根转子。把小轴抬起，拧上转子，放入液体之内，到转子刻度线凹槽处。
打开测量键，转子选择在二号转。我们现在放入的是二号转 SPL2，然后点击转速。范围在20到90之间是有效测量范围，它现在是107，说明它超范围不可用，可以换转速看一下。超范围不可用后暂停粘度机，我们再换一根转子试一下。转子拧下来需抬起小轴，再把它给拧下来。拿纸巾擦拭。放入三号转，拧转子时还是需要把小轴抬起来拧。放入液体之内，液体与刻度线齐平。选择转子，三号转，测量转速30转，测量，30转超范围，我们选择低速，6转。数字稳定后，就是这粘度。数字稳定后，这就是这液体的粘度值。我们可以摁暂停，把机器关掉。